是一朵破鲜花，吸眼剑。咱们直接把哈克天不见扔了，下岗，直接下岗。你问我这吸眼剑哪来的？哈哈，看视频的你，一人单身十年，谢谢，反弹无效的，不，什么弹幕都没有用，我不信你们能发出什么奇怪的弹幕。哦、哈哈，看一下我们的钻石等于什么？反物质级的剑，我不要绿宝石熔炉，更不要来绒球葱。哎，等于知识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朋友们。哇塞，这要是配合上木板，我都不敢想它能合出什么东西。来看看。漂亮啊，粘土啊，等于嘿嘿，粘土不是粪土啊，是粘土。接下来看看其他材料能合成。我的天，一集出两个鸡眼，这一集视频直接封神，兄弟们，我宣布这是2023年最后最亮的一期视频，没有之一。哪有一集视频出两个鸡眼的啊？鸡眼剑配鸡眼头盔，要知道我还有一双鸡眼鞋，你再来点两件鸡眼装备，我直接全套鸡眼了，老铁，我就是鸡眼之神。看羊毛会给我带来惊喜吗？矿车垃圾，真垃圾啊！看看木板，等等，多少？9个？不行，这太划算了，兄弟们。可是我太多了，那就不要了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哎呀，不要了嘛！看这一个字，这什么破烂儿？这都是哎，啥玩意儿？小麦是吧？小麦不要，小麦天梯爆率太低了，纯纯浪费，不能合啊！一合就是上当了。拆解台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兄弟们，无尽要来了！我跟你们讲。之前我留的那个中子块有印象吗？有没有印象？哎，有印象的吗？非常有印象的。来嘛来嘛，16个拆解台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些东西全都放上去。现在看一下我们其他的合成，哈肯点姆，还有钻石，刚才都没拿出来。这些比较不好合成的，现在该上来了。还有一个东西哪去了？对，暗物质，暗物质呢？这儿呢？虚空块，这一批要是看完没什么东西的话，我就可以开始安排我们的那个什么了，兄弟。无尽啊，这哪不是数字？这不是数字，这是啥呀？零不是数字啊！我也是服了。有火把要不要？我都有夜视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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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夜视都有了，还要这？根本不需要。虚空块垃圾，地毯不要，以太宝石不要。我去做无尽，这是真想让我做无尽呢，兄弟们！快快快，做4个！哎，保险点，咱们做弄5个，弄5个。哈克尼姆，袋子我不要了。看这个呢，砖头、箱子、锤子、钻石，钻石，会有惊喜吗？会有惊喜吗？钻石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合成？来试试，没有。来绿宝石，快绿宝石，给我惊喜！麻溜的红石、青金石，我还要有惊喜的，兄弟们，做好惊喜准备。手机版叶枫同款组件认准 MCS 叶枫工作室，你想玩的这里全都有。好吧，原始太惊喜了，真垃圾呀、啊！你是真垃圾呀、啊！你是啊！哎呀，我去了，我服了，兄弟们，这都什么破烂啊？都惹起！咱们现在研究研究无尽吧啊！先瞅瞅咱们这无尽工作台能不能捣鼓出来啊？无尽工作台搜一下，小搜一波，终极。我说的是终极。看一下怎么喝，羊毛加骨粉，不好意思，骨粉我现在做不出来，不好意思了，没有骨粉了，无缘啊，无缘。那我就只能再观察观察我们的背包里有什么东西没碰过的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有拆解材料，我教你们个玩法，看好了啊。零度指环是造血的，咱不能扔，但虚空指环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虚空指环对我们来讲一点用没有。还有这个物质锤也可以拆了，还有哪些东西可以拆呀、啊？线，这东西也没用。超级 X 光拆，重力后腿拆，拆都拆，这破烂都不要了。而且它不是说给你正经拆，你知道吗？它是非常不正经的拆。比如说这个，你看这对吗？啊，这对吗？你咋能拆出这玩意儿呢？这不对，这不对啊，这不对。这也不对，这都我都不，这对不对了，都不要这破烂，我跟你讲。再看这个呀，这么垃圾吗？我寻思能整点好东西出来。2颗钻石我也不太需要。哎，这个可以啊，我和这更可以。还有吗？还有更劲爆的吗？没有了，那我就要点虚空精华，又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物资。嚯，好家伙，这一个能拆出这么多，然后我再把那些东西拆了，我是不是就能？他奥利给了你，真狗啊！丢两块鸡眼，给我弄两块鸡眼弄没了。奥利给了，朋友们，没准终极工材也能合成了呢。这不能拆六级凯雷能之星，这能拆不？能拆4个夏季之星，放着。线，不让拆是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不让拆就不让拆吧，不管了啊。再看一下我们的稿子也没有用，这个一会儿留着合成。行，不拆了，合成一手，正好奥利给来了。
能把东西存起来啊，破烂这些都存起来，拆不了的这也拆不了，这也拆不了，手上仅有的这一个东西，他没准能喝出好东西。这什么？地狱砖块，金锭，母油，虚空的啊，这是虚空的珠子吗？珠子其实挺好的，其他就没了呀。